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痰湿体质，那我们怎么简单的去击败它呢？其实痰湿体质，我相信在看节目的所有观众，大家都觉得很常听到这个名词。所谓的痰湿，其实简单来讲，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东西，包括水分，它不正常的被留在身体里面而代谢不出去。在中医里面，这就叫痰湿。痰是比较严重的，湿是比较轻微的，也就是程度的差异。所以痰湿的体质，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的理解，它就是一个废物排不出去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中医常讲，我们的疾病的产生有分外因跟内因嘛。好，外因代表就是外在的环境。台湾身处一个属于海岛型国家，所以它外面的湿气非常重，所以我们常会发现台湾人会感觉到自己湿气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内因那代表我们身体会产生自己的湿气，有可能是我们中医讲的所谓的肺、脾、肾这三个脏腑。为什么？这三个脏腑都跟水分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假设你的心肺功能不好，你的肠胃虚弱，你的肾脏功能不好，都会造成湿气的产生。所以我们在改善的部分也从这三个地方来着手。讲到痰湿，大家就想到好像就是湿湿的啊、黏黏的感觉，所以最常见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整个人觉得很疲倦，好像觉得整天都没有精神，明明我都睡得很饱了，起来都还是觉得很累，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像，假设我们在头部啊，可能就会晕晕胀胀的；如果在胸口啊，可能就觉得胸闷啊，或是呼吸不太顺畅；在肚子、在肠胃，可能觉得好像有点胀气啊，大便可能会黏黏的啊，甚至比较严重，可能会像拉肚子的状况。如果在下肢，可能就是小便可能会很黄啊，可能会有下肢水肿的状态。所以当这个体质我们慢慢的不去理它，那它可能例如说它在关节就产生一些像关节炎，在皮肤那它产生一些像湿疹，那可能像在我们在头部那可能产生一些像头晕啊、晕眩的状况。所以痰湿我们说叫中医讲它叫百病之长，也就是说所有的病其实都跟湿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循环不好的表现。所以当这个循环不好，就容易产生一些发炎的状态，而全身的发炎一旦产生，就容易形成疾病咯。通常痰湿的体质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做几件简单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舌头，如果你的舌头伸出来，你那个舌苔看起来非常的厚，非常的厚腻的感觉，可能代表你体内的湿气蛮重的。有齿痕，什么叫齿痕？就是舌头旁边有凹凹凸凸、凹凹凸凸的，那就叫齿痕。那可能也代表你有点气虚，甚至痰湿的体质。我们也可以压压自己的小腿，如果它回弹的速度非常慢，那可能代表你的下肢水肿有很严重，那也代表你可能有湿气的产生，或者是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一些大便很黏的状况。什么意思？可能我可能上完厕所发现那个大便都黏在马桶旁边，或者卫生纸怎么擦都擦不干净，那就要小心喽，可能就你有痰湿的体质了。像我们刚才提到的，其实痰湿的体质不外乎是因为外在的天气，还有自己体内的状态造成的。所以我常跟病患说，那我们要改善痰湿的体质。第一点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搬离台湾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只好开一点像除湿机，让我们会开一些空调，让体内的湿气不要太重。第二点，我们当然可以去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，做点运动啊，做点像快走啊、跑步，让你的心肺功能变好。第三点，那当然就是希望我们的肠胃功能能够好一点点，避免吃一些像过甜的东西，或是喝太多奶制品、面食类，我觉得都会有帮助。最后，我们中医常讲，肥人多痰湿，也就是比较胖的人容易产生痰湿的体质，所以适当的利用饮食控制让自己瘦下来，也是解决痰湿体质很好的一个方式哦。所以大家一定很关心，那到底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慢慢瘦下来，甚至告别所谓痰湿的体质？在书中有讲到，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叫做3210的做法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常讲减重，或许要把我们的淀粉、糖分略略降一点点，可是我还是建议要合理的摄取营养素。所以我们建议是早餐午餐叫3:2，也就是早餐午餐还是得去吃合理的淀粉，到了晚餐把淀粉量减成1或是0，就是我们不吃淀粉，吃青菜、吃肉类、吃蛋白质，这样子简单的小小的改变，就让你的体质慢慢的去告别你的痰湿，慢慢的瘦下来了。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所谓痰湿的体质，我们要减少摄取哪些东西呢？第一个，我觉得不要吃一些太黏黏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不要像什么珍珠啊、汤圆啊、糯米，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。第二个，我会建议少吃一点面食类的东西。以淀粉的选择来讲，或许我们选择一般五谷米啊、糙米，会比你去吃一些面包这种高精致的淀粉来的好一点点。第三个，我们当然可以去减少一些糖分的摄取。其实大家最常忽略的其实是水果，也就是说有时候过甜的水果，其实大家要去小心它的糖分其实是过高的哦。第四个呢，当然就是冰冷的东西咯。
台湾人都喜欢喝一些很冰的饮料，可是其实冰的东西对肠胃的负担其实蛮大的，会造成肠胃运化水分的能力下降，所以这几点大家去小心，不要去踩这个地雷，应该就可以避开痰湿的体质了。在我们诊所当然有非常多的病人来减重啊，或是来看皮肤的疾病，小朋友的异位性皮肤炎啊，过敏，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其实都跟痰湿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其实通常还是先改变这些病人的饮食状态。以减重来讲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瘦下来，那我当然觉得你可能会尝试过很多种减重方式，你可能会做168，你可能会做生酮饮食，你可能会吃一些代餐啊，你可能会吃一些可能替代性的产品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些都有帮助。可是你永远要想一件事情，到底能做多久？一个体质的改变，大家说中医很慢，中医很慢，其实不是因为中医很慢，是因为一个体质的形成本来就是日积月累的。你不可能期待两个月、三个月突然你就好像变得很健康。所以我常跟病人说，那一样的概念去想减重或是改变体质这件事情，如果给你的饮食习惯是你长期做不到的，或者你只能做三个月、做六个月，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。这本书里面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说慢慢瘦才最快？相信各位每个人都有改变过饮食习惯，大家都有尝试想要去瘦下来，会做一些减重的这样子的一些行为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好像瘦个3公斤、5公斤，好像就停住了，然后觉得好辛苦，然后就不继续减重了。所以我想表达的是，如果你想要彻底的去改变痰湿体质，去改变你的肥胖的状态，我们是需要学习到是一个很简单的饮食。讲的就是3210，其实这个大观念大家把它抓住，就是白天、早上、中午我们把淀粉合理的吃，晚餐不吃淀粉，相信大家应该做得到。第二点，我们不要吃一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太甜的东西、奶制品、冰的东西，不要喝酒。其实这些东西只要大家慢慢的去改变，就会享受到一个慢慢改善的乐趣咯。我常常在跟我的病人举一个我很喜欢举的例子，大家总觉得减重好像是一件很困难或是很特别要去做的事情，我真的不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我常常说，如果我三餐都只能吃炸鸡腿便当，那我会不会变胖？对我而言，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病人哪怕三餐都吃炸鸡腿便当，他也不会变胖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原则，我们知道什么？不要太油。所以不管是哪一餐，我就会把皮剥掉，虽然变得相对没那么好吃，可是至少我还是可以吃它。第二点，我们希望早餐、午餐的淀粉是可以正常吃，可是说3:2。所以如果是早餐吃炸鸡腿便当，那我就把饭吃完，把菜吃完；如果是午餐，我就把菜跟肉吃完，饭吃一半；如果是晚餐，我们刚才讲过是尽量不要吃淀粉，那我可能就把菜跟肉吃完而不吃饭。所以各位会发现，不管我去吃什么东西，我去选择什么东西，事实上你只要做到你能做的事情，还是有办法瘦下来的。痰湿体质我相信是几乎95%的台湾人都会面临到的问题，而它衍生的当然就是一些肥胖、一些皮肤的一些状态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改变你的痰湿体质，毫无疑问的你得去改变你的生活形态。给各位几个建议，第一个，培养一个简单的运动习惯，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，你讲一些像快走啊、慢跑啊、骑脚踏车啊、滑步机啊，一个礼拜不用多，1-2次我觉得都会有帮助。第二个，简单的去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不要想着要吃的很少，我们只要把握一个大原则，刚刚提过的第一点，我们晚餐的淀粉尽量可以减量，可是三餐的蛋白质不要帮我减少太多，而青菜纤维质的摄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三点，我们还是要避开属于大地雷的一些东西。什么叫大地雷的东西呢？我最常跟病人说的应该第二是酒精。酒精的摄取其实很容易造成痰湿的体质跟热量爆表的一个结果。第二个其实是奶制品，奶制品会造成第一个脂肪含量的过高，第二个它会造成我们肠胃的负担，也会造成我们一些像痰湿啊、脾虚的体质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像鲜奶啊、优格啊、优酪乳啊，它的量不要过度的摄取，其实对你的体质改善有很大的帮助。最后一个，那当然就是充足的睡眠。我们的睡眠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代谢，甚至对饥饿的反应，所以好的睡眠对你的痰湿体质、对你的肥胖有很大的影响哦。